着玩手机。不是，我通常都在热身。他基本上就是睡觉，要不然就是听歌。他是说在球场哎、欸，好像都有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有有。对，然后他基本上他听歌是不戴耳机，他是用喇叭，所以几乎是大家他听什么歌，就是大家跟他一起听那种。然后甚至有很多很多外国人都因为他会唱那个中文。哦，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我一直想要问他，你是不是有肠躁症？喂，我应该是我水喝比较多，比较健康啊，水喝比较多。你是会紧张，然后会紧张就想尿尿的？没有，因为我想要上场前的话，我的身体是最轻盈的，所以我要一直上厕所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没有猜中，我们就猜组了，我就猜组了，决定要猜组。可口可乐，对，可乐。嘿对，可乐只好来钱。榴莲，榴莲，哦。OK， 我懂，我知道了。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这我们答案都一样。好，越近越好吃。离饭店越近的餐厅就是我们所选择的。我们基本上是那个东西只要是有熟，那味道还可以接受。那我们就会去。那重点是离饭店很近，离我们住的地方，走路不能超过5分钟，开车不能，超过5分钟，都是我们会优先选择的。对。哦，我懂。这个很简单啊。哦，拜托，你写错，我跟你讲，拜托不用配。拜托。泰国公开赛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对对对，因为我女朋友在泰国工作。对对对。那你要不要问我说，杨博最喜欢来一个比赛吗？香港，弄得 bingo 正确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女朋友在香港啊。对，完美完美。电影哦，啊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铁达尼号，爱到狂人最近的。铁达尼号嘞，拜托。寄生上流是那个韩国那个电影，对不对？好。你跟我讲过寄生上流是吗？你是这部我一定要去看。那一定要，但是哇，我那时候还没看呢、啊，我那时候还没看呢、啊。哦。猪脑子啊，没错，我每次都没办法接受他去海底捞，然后点那个猪脑，哇，好恶心啊，我没办法接受。他说的那个形容应该是不好吃的，他一定一口都不会碰。哎、欸，其实还蛮正确的，不对味的食物。就是那一道料理，就是没有做的把它的好吃的东西展现出来，也就做的难吃，对不对？开很大声的财经新闻，看到睡着，然后都是我帮他关手机的，
我是对看新闻，然后之前是看一个游戏，然后会看到睡着，对，他都会帮我关手机，没错。这个很好笑，真的好笑。我的答案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，因为我都睡着了，我基本上都是第一个睡着的、啊。他看不到我睡觉前。杨博涵基本上是夜猫子的，他是很就是比我晚睡，都是他先睡着，然后我就帮他关手机，然后他都看不到我睡觉前在干嘛。